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咯。最緊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喺1998年嗰陣時咧，我拍個廣告，俾火燒親，即係爆炸，提早咗爆，咁變咗咧就我手同我面都燒到一笪笪。咁後尾咧就我朋友咁啊阿江先生咧，佢就提議不如接受佢哋公司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即係護膚嘅療程，咁啊。結果就幫我的面啊、手啊都回理得非常之好。但我自己這個用了20年啦，咁我好有信心，我知道佢哋即係對我即係出嚟嘅效果，我覺得可以推薦俾其他人，可以同佢哋分享，所以我就決定用我嚟去做一個真真正正一個投資者，去大家合作去推呢個品牌。喺記得我喺拍《上海灘》嗰陣時咧，我個化妝程序就係咁嘅，一去到起身去到用清水洗完之後咧，就行出街噶啦。咁去到化妝間咧，就俾啲化妝師咧就幫我哋即係搭啲粉上面，咁就直接擺入去嘅，就冇話有冇隔離啊，亦都冇保護，什麼都冇，就直接入嘅。其實好傷皮膚，我哋唔知啊。咁好啦，拍完戲啦，咁我哋就攞清水。拍個面，跟住攞紙巾抹乾就走噶啦，即係完全冇護理噶。翻去沖涼咧，都係最緊係洗完個頭，個面咧就用番鹼抹抹咁咪算數。其實就好傷，但我哋唔知道。咁於是者，去到30歲後都係咁嘅情況去運作咯。咁其實一路都唔知道。到後尾我因為燒傷啦，1998年嗰陣時候。認識到江先生，即係佢哋知道曬佢哋整個程序，我先知道哦，原來要係喺即係護理皮膚係咁重要咯。所以呢個係即係，所以你可以講話因意外而得到呢啲咁嘅知識咯。我就要俾更多個男性嘅朋友，佢哋認識到。護理皮膚對我哋係咁幾咁緊要，其實因為護理皮膚係對我哋嘅身體都有好直接影響嘛。因為而家啲紫外光啦，啲藍光啦，係好犀利嘅，傷害得我哋好犀利，都甚至乎可以致癌噶啦。咁但係當你明白到即係出街原來要搽防曬嘅，咁又好多。